作为一个妈妈，给宝宝的每份心意，我都绝不妥协。这次，我要亲手的为他准备一份特别的礼物。他一定自然、纯粹，来自一个妈妈不妥协的信念。我想起一位好朋友，他是一位植物艺术家，也是有机生活的践行者。更重要的，他和我一样，也是一位妈妈。我在为宝宝准备一份特殊的礼物，可以给我点灵感吗？在这儿，你一定能找到他。好美啊！自然总是带给我无限灵感。大地母亲把最好的阳光、雨露和微风带给他们，他们本来的样子就是最美的。我从不会过分修剪，这种自然有机也是我的生活状态。每一个生命都是大自然赋予我们的礼物，让他们遵循自己的节奏，就能释放出无尽的活力。给他足够的空间和自由，生命才充满生机。这纯粹有机的一切，就是这样一份不妥协的礼物，如此亲和人体，延续母爱力量。喂，我想我找到了。灵感不是凭空而来，一笔笔的勾描，一点点的渲染，每一处细节都注入妈妈不妥协的心念，才能完美的完成它。奇富有机，带你寻找宝宝专属有机奶粉，亲和人体，延续母爱力量。